大家好，欢迎收看《放眼中西》。中国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当地的时间8月18日完成聆讯，相关裁决日期将于在10月21日公布。49岁的孟晚舟在2018年的12月1日过境加拿大的时候，加国应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孟晚舟，并要求引渡她去到美国，原因是指控孟晚舟在华为和伊朗的业务上误导汇丰银行，令银行或有违美国的制裁令。经过两年多的失却自由，相关聆讯步入最终阶段。控方总结案情，强调孟晚舟涉误导汇丰一事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可以确立相关的欺诈指控。孟晚舟一方则重申，控方根本未能够证实孟晚舟的简报与汇丰就伊朗交易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官将在10月21日再开庭，届时会定出裁决日期。华为亦有就案件发表声明，强调一直相信孟晚舟是清白的，并支持她寻求正义和自由，至今仍然坚持此一立场。回想起孟晚舟被捕的之后，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亦有提及这件事，毫不避忌地表示，如果有益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美国将会介入案件。美国提出引渡，是否借题发挥，欲以孟晚舟作筹码，借机在中国身上予取予攜，相信读者们心中有数。至于加拿大，又是不是明知美国立场，仍然要沦为帮凶，联同美国针对中国？当西方国家大讲法治之时，竟然做出如此的行为，岂不是贻笑国际？一众盲送西方的网友又怎样看美加伪君子的一面呢？虽然我们同孟晚舟相隔千里，但是大家同为中国人，眼见同胞受困，岂无感受呢？就俾我哋隔洋集气，为孟晚舟送上祝福。